动物，别说我欺负你。要认真一点吗？还是多少该让恶棍得到一点教训。怎么回事？等等，我的手。这次肯认输了吗？你这小丫头片子施了什么阴招，疼死我了。技不如人就应该坦荡认输。别得意，也就是手劲比较大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。老金头人呢？你家武馆的门神伤了人，不给个别想耍赖。刚才说一条胳膊肘十天半月也能下地的人不是你吗？什么？我好像有一点。其实我很期待，对手是德丽莎的话，或许需要全力以赴。哇，很厉害嘛！这次要试试配合对手，精确控制力道。我得早点适应这副身体。哇，真厉害啊！灵感，这个嘛。